你想在里边躲多久？军令上尉，朋友，别逃了，赶快跟我们回去归案吧。干脆毙了算了，这么大老远带回去可真麻烦。皇上有命令，一定要抓活的，搞清谁是幕后主使人。你小子，折了我好几个兄弟！ 快请逃到这儿来了，你们何必赶尽杀绝？你以为你能逃得了吗？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也会把你抓回去的。是谁？对不起，我的秘密不会让任何人发现的。 Thank you.
没说到晋惠帝昏庸无能，各藩王进来了来了，一致酿成八王。客官来了，来来来，里边请里边请，来这边这边，来这儿。中原从此兵戈四起，生灵涂炭。朝廷无暇顾及四方蛮夷，于是就有匈奴、氐、羌。陆下辛苦了啊！来，我帮你。英雄豪杰纷纷雄起，问鼎天下。这就是五胡乱华之音。追古思今，不由得我感慨万分。诸位，诸位，想必还记得辛亥年，一声霹雳，发诸武昌，各省纷纷响应。遂成燎原之势，之后民国成立，大伙儿欢欣鼓舞。哎，不说也罢。抱歉，抱歉。石先生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说了？说呀，怎么说不下去了呢？说呀。哎，没成想两年快过去了，老爷还是老爷。有权有钱人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，咱们穷人照样吃不上饭。就是，这要是日子好过，我们能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吗？以前啊，只有一个皇帝，可现在可好，他遍地都是嘛。今天他来耍一耍威风，明天他们又横征暴敛，你说这日子咋过呢嘛？哎呦，羌爷，你来了！这是怎么了？你们这些该死的逃兵客，大帅让你们在本地讨口饭吃，你们却私藏狗头金，现在事发了，都乖乖的跟老子回去，听候二将军的发落。胡老三呢？哎呀，哪有什么胡老三？藏哪儿了？这不是胡老三的妹子胡蝶吗？怎么在这儿当跑堂的了？你三哥呢？他去黄金谷找金子，被大风刮得没影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没回来？还不是被你们逼的！嘴硬，带走！爷，喝口水，消消火啊。方嫂，你那死鬼男人蛮有福气嘞。爷，胡老三的事儿啊，跟他妹子没关系。你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女孩子家，行行好，你放了啊。行啊，那你进屋陪我喝两碗。那我先回屋，把我那死鬼男人的灵位收起来，免得羌爷你看着上眼。算了，今天有公务在身。我倒无所谓，可你怎么着也得把我这些兄弟们的嘴堵上，不是？我早给你准备好了啊！你耍我呢？强爷，你看我这哪有现钱呢？明天，我明儿一准儿给你送过去。行啊，反正二将军明天就回来了。要是看到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强爷，算了。郭他们交代我，对他们客气一点。滚，走！哎，少爷，等一下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生意人，贩了些马匹来贵地。那些马是你的？是。生意人就好好做你的生意，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我们是大帅府的。长官，还差多少？十个大洋。这年头都不容易，行个方便。走，把我带走了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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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
那个范马子，你怎么不收拾他？你懂个屁！先生，我特意给你的马加了金木须，你就放心吧。他们治好了，就等于我治好了，我就指着他们给我赚钱了。敢问先生贵姓？我姓云，单名一个鹏。今天多亏了先生解围，真不知道咋样谢你。先生，您从哪儿来啊？我是从罗兰牧场来，犯了些马匹，想在这儿卖个好价钱。那么远啊，就你一个人？嗯。先生，咱这儿没啥好东西，你就将就着吃点儿。这就挺好了。我来。现在兵荒马乱的，来往的客人啊，都成群结队的走。像先生这样，一个人赶路的还真是少见。我这个人呐，从小就是个傻大胆，就不知道害怕俩字咋写。王总，哎，来了来了。那云先生，我先忙。好。妹子。哎。你们这个店开在这个路口，南来北往的形形色色的人见过不少吧？对，咱这儿是必经之路，这来往的客人都得打咱这儿路过。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来过此镇？特别的人？哦，前两天我看见老枪带着一大帮人护送着一个人，看那个人的派头像是从大地方来的，可能是个大人物。老枪是谁啊？就是今天穿兵服的那个人，他是祖大帅的手下，就是个无赖。妹子，听你们的口音像是口内人，怎么会来这么偏远的地方？还不是为了躲避战火。我们那是两省交接的地方，这当兵的为了抢地盘，每天都在打仗，当地的老百姓能跑的都跑了。这不是听说这儿有金子吗？我们就赶过来。没想到这当地的苛捐杂税比我们那儿还严重，辛辛苦苦干上一年，没落下几个，又都被祖大帅的手下给抢走了。这金子没找到，我二哥和三哥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先生，我瞧您是从大地方来的，您见多识广。您说，这天下还有个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地方吗？有，一定会有的。杜先生，千里远来，来我敬你一杯。多谢大帅盛情，此次给大帅添麻烦了。郭参谋对我照顾得非常细致，不胜感激。杜先生客气了，都是按照大帅的吩咐做的。何必客气，都是自己人嘛。杜先生久居上海，看惯了江南的美景和旖旎风光，不像我们西北大漠天地辽阔。杜先生闲暇的时候可以四处游玩，一扫心中的烦闷。我恐怕仇家不会轻易放过我，还是尽量深居简出为好啊。并非祖某狂妄啊，你到我这里，我保证没人能动你一根汗毛。大帅有所不知啊，嗯，五年前东南沿海出现了一个支持维新的组织，叫做疾风，他们的首领叫虎王，手下有四个高手，分别代号为微光、铜驼、孤鹰、剑锋，他们都有一身超凡的绝艺。我担心要是惊动了这四个人，恐怕……嗯，我管他什么骆驼老鹰，不来则已，否则我让他有来无回。大帅，铁卫到底什么背景啊？以前从没听您提起过。这种事啊，你少管，上完命令你好好保护就是了。依我看，当今大总统已经丧失了民心，我觉得咱们还是不要走得太近为好。嗯，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可是咱们现在要急需扩充队伍，暂时还离不开当局的支持。有句话，于京不知道当不当讲。啊，你说。最近大帅的赋税又加重了，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。于清觉得，政治还是应当以怀柔为主。不收税，哪有钱购买军火？没有实力，早晚会被别人吃掉。于清，我看你是独出独吃了，越来越妇人之仁，尤其是对那些淘金客，不给颜色，他们会越来越无法无天。必要的时候要杀一儆百。是。是人。三个月，我们的功力又进了一大步。只可惜啊，没找到相我的对手。大田啊，你现在刀法练得怎么样了？我虽然也是每天苦练，但跟师兄比起来，这差别就犹如天上地下了。你虽然受天资所限，无法将奔雷刀法练到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但是你要相信，能胜过你的人也是寥寥无几，不要妄自菲薄呀。谢谢师兄鼓励。你回来正好，那些淘金客最近又要闹事儿，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们。师兄，这点小事儿你就放心吧。咦，师傅，哎呦，侠四师弟啊，我就是个贩马的，师傅。你看我这个水囊有点漏水，你帮我补一下吧。我看一看。哎呀，你这个水囊啊，确实有点小了。要是遇到天气不好，这水肯定是不够用的。是啊，我准备把这些马卖掉以后，抄个近路，一直向北翻过山，回罗兰草原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一定的不行！你要经过黄金谷呢。那是一条死路，你不要图方便，还是走官道原路返回保险。黄金谷，黄金谷有金子吗？当然有金子了，要不咋叫黄金谷呢？听老人们讲啊，那里面有狗头金，那要是捡上一块，这一辈子都够用的了。那我倒想去碰碰运气，兴许啊能捡上一两块，比我贩马可强多了。哎呀！哪能轮得上你呀？那么容易呢？要是去罗兰牧场的话，要从骆驼脖子这个地方一路向北走，路上要经过北里峰区，那个大风刮起来啊，能把骆驼吹到天上去。戈壁滩是光秃秃的，连个躲藏的地方都没有。北里峰区过去就是黄金谷，古老相传里面就像个迷宫一样，进去的人都会被活活地困死在里面。你说这条路能走吗？照你这么说，这条路是走不成了。是啊。哥，哥，渤海来了。这是谁呀？苏大帅的师弟铁霸天，他的手下管他叫二将军。他很霸道吗？嘿，何止霸道啊！这小子是喝狼奶长大的。苏大帅听说淘金客淘了狗头金，可硬要我们交出来。哪有啊，这狗日的铁霸天还一刀把胡老二的胳膊给卸掉了嘛。没过两天胡老二就死了。胡老三为了保大家的命，独自冒险去了黄金谷。二将军，就是这马。
是匹好马，就是他。这是你的马？是。多少钱卖？不卖。不卖？自己的坐骑舍不得卖。长官要是想买马，我有十几匹马在方家客栈养着，长官可以随意挑选。我就看上这匹马了。如果跪地强买强卖的风气传出去，以后谁还敢来做生意？我看你不像个生意人。哦，那长官看我像做什么的？生意人带着把刀干什么？道上虎狼出没，防身用。我们祖大帅爱马成痴，如果你同意把这匹马卖给他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奔雷刀，好刀法。算你小子有见识，知道奔雷刀。既然你也带着把刀，想必也会点功夫。如果你能像我一样做到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是什么人？不就是一匹马吗？长官何必动这么大肝火？大帅要是喜欢，牵去就是。以后我在贵地做生意，还请多多关照。算你小子识相。明先生，这是晒了一天的新褥子，可暄和了。你饿了吧？方嫂正在厨房给你做饭呢。嗨，你看，我都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明天就搬走了，别忙活了。走了？你不是来做生意的吗？咋这么快就走了？我是换个地方住。云先生，是不是我哪儿怠慢你了？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，你就告诉我。你就这么走了，方嫂她会怪我的。不是不是，你别多心，我是去谈一笔大生意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师兄，这个人不简单呐，他那手刀法我是无人何也做不到。师兄，你比他快多了。你看我的刀法和他的刀法有什么不同啊？师兄的刀法一板一眼，谨守法度而不逾规矩，而那个人的刀法则很随意，好像信手拈来一般。明天你把马还给他，请他务必到军营来，我要亲自会一会他。是。二将军，请。先生好啊。长官来了。昨天的事情多有得罪，大帅将我狠狠责骂，今天令我前来给您赔罪，并把马送还于先生。长官，这也太客气了，这怎么敢当啊？请先生随我到避处一趟，我们大帅希望能和先生一睹。我还得把我这些马卖掉，区区几匹马而已，我们都买了。好啊，
那价钱好商量。 好整齐的队伍，大帅天生神勇，强将手下当仁不惹兵。云先生，请。快点，上！ 废物，回去！没想到跪地的待客风俗原来是这样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罗马贩子，来跪地卖马。你有如此身手，何必做这种风尘仆仆、低贱辛苦的生意？虽然辛苦，却也无拘无束，心意自由，胜似寄人篱下、养人鼻息。况且。 我是以自己的能力赚钱，又有何低贱？既然是为了生活四处奔波，又怎能练得一身武艺？我自幼酷爱武术，机缘巧合碰到了班侯先生，蒙他传授我太极刀法。有你这样的功夫，为何不为国效力，以后飞黄腾达了，还可以光宗耀祖？太极出于易经，为道家本源。 我以逸寻求，心无尘埃，一如飘风的心境。所以，我宁愿做一个浪迹四海的罗马贩子，也不愿被世俗的事情所烦心，更不愿仕进。不愿仕宦，乃是位于民主。现在国家动荡，正是男子汉大显身手的好时机。我向来思贤若渴，敬重高士。 云先生不如留下来为我做事，我不会亏待你。人各有志，况且福兮祸之所以，投身仕途也难说是好是坏。我看大帅对我心有嫌隙，在下这就出城，离开贵地，告辞了。班长，现在时机动荡，如此测试也是出于谨慎。 还望云先生谅解。来啊，备酒。云先生，这是20年的窖藏珍品，请品鉴。嗯，酱香浓郁。 浑然天成，沁人心脾，却又不上头。果然有20年以上的窖藏功夫，只是这个杯太小了，不能尽兴。来啊，换大碗来。来，请。 安思不动如大地，静虑深思如密藏。大帅，来，云鹏，再敬你一个，请。痛快，弟爷，请。 这里是大帅的一处别院，大帅希望先生能多住几天，没人来敢打扰先生。好，待我谢谢大帅。师兄，他的那番话，我怎么听得玄玄乎乎的？八田，你知道你的武艺为什么总是难以练到顶峰吗？请师兄明示。但凡习武之人，练到一个阶段，必然遇到一个极大的难关。 这个时候，任你如何的刻苦努力，也是难以更进一层。纵然心中还有那么一点悟性，
也总是难以捕捉。师兄所言极是啊，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，有时明明感觉一点光亮就在眼前，但是苦苦挣扎也找不到入口。我们称之为魔障，只有拥有强大意志力的人才能突破这层魔障，而突破这层魔障的唯一途径就是由内及外，只有从内心摆脱了束缚，才能使武艺勇猛精进，达到一个新的境地。师兄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姓云的已经突破了魔障？不错，你之所以听不懂他的话，是因为你还没有达到那个境地。云先生是我多年来仅遇的高手，我终于遇到了一个好对手。三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云先生，我正到处找您呢，大帅请您过去一趟。请。大帅，云先生到。大帅，那，云先生，我来给你介绍位朋友，这位就是京城来的杜先生，比你早到几天，是来做生意的。杜先生，这就是我刚刚给你提及的云先生。见过杜先生。云先生，听说您从京城而来，想必知道京城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件。同盟会的一位元老姓程，不久前被刺杀，此事闹得沸沸扬扬。云先生想必知道一些内幕吧？没听说过。不过我们做生意的也不关心这些。我也是随便聊聊。你们两个都是我的贵客，以后要多走动走动。以后还请杜先生多多指教。不敢，不敢。我要到敦煌一趟，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跟雨清说啊。是，有吃有喝就行了。不过我有一个请求，大帅珍藏的美酒能不能赠予我一坛？好说好说。小小小大三四四大大啊，你看你看，小行。云先生，你咋来了？我可是寻声而来啊，看见这色子呀，比什么都亲。云先生也好这口？男人不喝酒不赌钱，活着图个啥呀？对对，给云上疼一点，疼一点。云先生，要不您来？你是庄家，你来。好，好，来来来。来，小，我先压了。小，大，我跟弟兄们开个玩笑，弟兄们正在军饷不容易，把自个那份啊都拿回去吧。云先生，愿赌服输不合适吧？你婆婆妈妈的干啥呀？你要是不想要啊，就分给弟兄们啊。要。林先生真是爽快人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可是有条件的啊。还有条件？大帅这几天不在家，没人陪我喝酒，我都快闷死了。你们几个今天必须陪我喝酒。
那没问题，喝酒吃肉那是咱的本事啊。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肉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吃肉，弟兄们吃肉吃肉。快，爷爷，您真是个好交朋友的汉子，不像那京城来的杜先生，成天耷拉个死人脸，真是丧气。这个杜先生跟咱们西北汉子是不一样，可是这话说回来，这每个人的脾气秉性啊都不一样，大不了不打交道也就算了。您不打交道可以，我们不行啊。大帅天天让我们给他执勤站岗，也不知道是倒了什么霉，天天看他那个死人脸。这些烦心的事儿啊别去想，喝酒，来喝酒。听说这杜先生是犯了事儿，得罪了什么人，跑到此地避难了，您说呢？嗨，这事儿不归咱们管，是不是弟兄们？是是是，喝酒喝酒喝酒，来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到了，那开门。哎，苍爷，您回来了。该死的藤兵哥，说说金子在哪儿了？说说不说？说说说，真没有，要不胡老三怎么会不要命跑进霍立国？胡说八道，我今天敲死你们。云爷，您咋来了？我想替他们求个情，不知道强爷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。云爷，二将军让我严刑拷打，这样做不合适。谁都会有个三灾两祸的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。二将军要是怪罪下来，我去找大帅解释，绝不会难为兄弟。今天是云爷替你们求情，不然的话我抽死你们。云爷，请。云先生。你好，铁将军。大帅今天回来，请你跟杜先生到天香阁喝酒。好啊，又有美酒喝了。哎呀，上次大帅送我那坛子酒啊早都喝完了。我先告辞了，云先生。好，慢走。云先生，我看祖大帅很敬重你，不如留下来帮大帅。这年头朝代更迭，一波波连上来下去，我是把这个世道看清楚了。云先生洁身自爱，真令人敬佩。哪里，还不如说我明哲保身。等我把大帅的美酒喝得差不多了，我就想办法溜了。杜先生，你还要待多久？哦，这里矿产丰富，
我约了几个专家来勘探，还得等他们来再做决定。不好，有情况！于先生、杜先生，您二位稍等，兄弟们，跟我走。杜先生，你放心，这是大帅的地盘，不会有什么事。姓杜的，我们跟了你几千里路了，终于逮到你了，你认命吧。你们什么人？我并不认识你们。有话好好说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们不为难你。云先生，多谢出手相救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娘的，原来中了调虎离山计！来呀，都给我抓起来，看看是啥来路！李先生、杜先生，干了！来，吃肉啊！来呀，上酒。究竟是什么人，竟敢刺杀本大帅？你们这些恶人，杀死我二哥和三哥，又带走我们那么多铜像，我要报仇！早就听说胡老二有个俊俏的妹子，原来是你啊！告诉你，胡老二是我杀的没错，但胡老三可跟我没关系。你们逼他去黄金谷找金子，这个杀了他有什么区别？老天，立即捉他们同党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。大帅，今天我有点头疼，我先回了。大帅，都怪属下防卫不力，我这就去彻查镇上的可疑分子。大帅，如果刚刚血溅当场，岂不是扰了咱们的酒兴？不错，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扫了咱们的酒兴。大帅，要不要处理一下伤口？区区小伤算得了什么？想当年，我与哥萨克骑兵作战的时候，身受十一处刀伤，但是我不下火线，亲手将他们最英勇的武士的脑袋给砍了下来。好，大帅豪气冲天，我敬你一个。啊！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大帅，一醉解千愁。好，与尔同销万古愁，痛快，干了。不行了，我得出去透透气儿。
参谋，先到了密航。郭参谋，快去禀告大帅，我有二手汇报。大帅喝多了，您知道的，根本起不来。以斩伐其所乃击之也。大帅的刀法深得此中精髓，已经到了五五不破的境地。我自幼酷爱武术，12岁便偷上少林拜师学艺。6年后，终因好勇斗狠被逐出了少林。从此以后，我便带霸天行走江湖，寻遍天下武术高手。对于我来说，人生的目的就是不停的比武。千锤百炼之后，我击败了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前辈，我的刀法也日渐成熟，终于再也找不到对手，人人对我敬而远之，送给我一个无敌的称号。这岂非正是大帅的本意？你不知道独自高处的孤独，我只能一个人在院子里舞刀，形影相吊。是啊，武术就像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人生固然难逢知己，可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依然难寻。云先生的刀法足堪与我匹敌，我想请云先生和我一撮较技，一场夙愿。大帅，一般不到生死关头，我绝不与人动手。哦，大帅以天下高手为敌，而我毕生斗争的敌人便是我自己。我向往万里行空、自由无碍的心境，却始终难以打开心里的最后一道铁。对我而言，修炼刀法是借以探究人生奥秘的一种途径，并非是用来做胜负的较量。别人也许听不懂这番话，可大帅一定能懂。生死攸关。走。昨儿晚我接到一份密报，让咱们把杜先生干掉。这起案子影响之大，恐怕连当即也没有料到。现在使出丢卒保帅的计策，已是迫不得已。大帅，这事儿咱们交给老强去办，他最拿手。师兄，禀告师兄，昨天晚上我带人去抓那帮淘金客，可不知道怎么走漏了风声，我整整找了一天，那帮淘金客一个都不见了。那我们中间出现了奸细。昨天在场总共有6个人，大帅、二将军、杜先生、云先生，我和老枪。
大帅自然不会泄密。杜先生和二将军回到了营地，我和云先生一直陪大帅喝酒，所以我们都不会通风报信。至于老枪兄弟，昨天说是去查看城防，却没和大队回来，直到深夜才回来吧。老枪兄弟，你是不是应该跟大帅解释一下？大帅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一向对大帅忠心耿耿，对那些掏心客心狠手辣的，这大伙都知道啊。我们只知道你贪财好色，尤其喜欢金子。大帅，冤枉啊！大天，弄清楚了再说。老钱啊，我问你，那段时间你干什么去了？大帅，我就是巡巡城防，看看街上有没有啥可疑的人。你还敢胡说八道！大帅，我看上了茶铺的老板娘，谁知道那娘们那么狠，这就是她给我咬的。茶铺老板娘和陶金客是一伙的，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你好了，老田，去把那些陶金客拿出去毙了。是。你们都下去吧。雨清，你留一下。雨清，你为何陷害老枪啊？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据，我借他个胆子，他也不敢通风报信。是，大帅明鉴。我知道你一向心软，同情那些淘金客。可是你无论如何不能这样，我最恨背叛我的人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云先生，哟，郭参谋，你可是个大忙人啊，怎么有时间到我这里来啊？今天刚好有些闲暇，想来和云先生聊聊天，顺便请教点事情。你可是学堂出来的高材生啊，怎么能向我请教呢？来，请坐。哎，之前是在武备学堂学过三年，毕业后我怀着一腔热血又回到了三义拳。本想轰轰烈烈做出一番事情，可是这现实与理想差距太大。大帅的一些做法，我也不太赞同，却又无力劝阻。我这参谋当的。郭参谋，为何跟我说这些？之所以跟云先生说这些，是因为我想让云先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同时我也想知道，云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就是一个会点武术的罗马贩子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正所谓当局者迷，大帅虽然厉害，但是此刻他已被人引入湖中而不自知，那是因为有人摸准了他的癖好，精心设了一个局。此话怎讲？大帅乃是武痴，刚好来了一个刀术高强的人。大帅喜欢好马，此人骑来了一匹骏马。大帅嗜酒如命，这个人不但海量，而且千杯不醉，还能到皮具店里去通风报信。你说巧不巧？杜先生要出去吗？我到院子里面转一圈。我们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大帅向我保证过，在义拳军营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上面吩咐我，让我随时跟着你，保护你的安全。那算了。不用。云先生不用紧张，这件事情我已经替你揽下来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来此有什么目的，但是我知道
你一定不是阴险邪恶之人。当然，也许我已经猜到你是从哪儿来的了。郭参谋既然有鸿鹄之志，何苦非要行燕巢飞木、鱼游鼎沸之险？何不弃暗投明，做一番事业，也不枉了自己的学识？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大帅对我有恩，我又岂能负他？我既不想看到有人对大帅不利，又不想云先生你有什么不测，所以我希望你两天后离开三义圈。好，但是我有一事相求。请讲。能不能把蝴蝶姑娘救出来？我尽力吧。云爷，老青，进来。喝杯水。云爷，找您喝一杯。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别提了，今天我差点把小命给丢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今天去抓淘金客，也不知道谁给通风报信，二将军扑了个空。姓郭的想阴我，要不是大帅明察，我这脑袋就被二将军给砍了。你怎么得罪了郭参谋？姓郭的想害我，谁知道他们在想些啥？就说这杜先生，前两天还像个爷一样伺候着，今天就让我。为什么？听说是大帅接到了密函，有人想要杀姓杜的灭口。杜先生，您在吗？我是老枪。杜先生，给您送坛酒。请。杜先生，您这是干嘛呀？不许生，再出声，我想打死你。杜先生，我们平日关系不错，大帅可待你不薄啊。你们把我当三岁小孩吗？走，带我出城。啊？哎，出城。我和杜先生去大帅那儿，你们看着。是。杜先生，您顺着墙根一直走就能出城了，那我就先回了，不然的话大帅该疑心了。杜先生，您不能杀我。其实这头鹿是死鹿，您根本就走不出去，我也是奉命行事啊。为什么？大帅说是上头的命令。好，你们给我活路，我就先宰了你。杜先生，有大帅的令牌就能出城。从哪里可以弄到？只有大帅有令牌，铁霸天也有，其他人根本不可能出城。好，那我就先让你去探路。云爷，是你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朋友，带你出去。朋友？我没有朋友。你别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。说吧，你是疾风中的哪一位？铜驼。果然名不虚传，
竟然连祖大帅都看走了眼。可这里是兵营，你独自一人，纵然你有三头六臂，又能怎样？不试一试怎么会知道？先想办法出去，其他的事情搁后再说。老枪，你是想死还是想活？云爷，当然想活了。带我去找铁霸天。啊，走。哎，听好了，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许进来。是。二强，您说了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准进去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啊，我们几个耍去吧，你留在这里。放走！呸！进来吗？老枪，你是真活腻歪了。不是我。林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放了他。放了他。如果云先生也看上了这个小妞，不需要这样吧？好，我放了他。就好热闹，我们玩我们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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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，压大压小啊，来我利索啊，来。牵两匹马来。哎，云爷，马给您备好了。哎，是，奉大帅之命。外出公干，不得延误。掌柜放心。二将军被人杀了！二将军被人杀了！
发出去了，走冤路就等于自投罗网，只有闯黄泥谷，还有一线希望。多谢你救我初音，现在大路两边，咱们各走各的吧。我就是为你来的，怎么可能让你走？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走吧。蝴蝶姑娘。 给我继续追，大帅，这是通往黄金沟的路啊！我知道，自古以来没有人敢走这条道，这条是死路。但凡有套警车，就没有捡着一个货的出来的。反正都是死，那就让他先走一步吧。谁敢再胡言乱语，这就是下场。走，是。 大帅，没水了。。省点力气吧，这儿不会有水的。要不，你把我杀了吧，干嘛花这么大力气送我回去？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虎王有命，必须把你活着带回去。你们为什么要刺杀程先生？没有为什么，只是执行任务而已。难道凡事，你就不问问应不应该？识君之路。 奉君之事，所以你就不分青红皂白，滥杀无辜。我们各为其主，立场不同。
我倒是听说同盟会煽动民情，制造分裂，是祖国稳定的大害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待到尘埃落定之时，国人自有公论。自中山先生倡导民权、发动革命开始，邹容的革命书振聋发聩，陈天花投海自尽，警醒世人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，肝胆忠义，写下拼江十万头颅血，誓把千回力挽回的秋瑾，慷慨就义，黄花岗72烈士奋不顾身，舍身取义，就是他们这一个个前赴后继、视死如归，才能够推翻帝制。他们的光辉照耀千古，英灵万世不坠，岂是你那些幕后蝇营狗苟之辈所能抹杀的？不错，只有我这样的人，才像一根羽毛，无足轻重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无情的抛弃。别着！叫！叫！吁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就是黄金谷的百里峰区。走，走！叫！老强，是。大帅，干的已经跑远了，还追吗？天声已下，你留几个兄弟在此留守，我们继续追。哎，是。林大哥，据说火烧云好像是刮大风的前兆。追兵已经不远了，要是让他们追到谷里，寡不敌众，我们不是他对手。只有期待大风起来把他们消灭在这儿。你带他先走，在黄金谷等我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走，这太危险了。云大哥，我的这条命是你救的，生和死我都要陪着你，就算死，我要跟你死在一起。大风一起，追兵固然无处藏身，可你不一样要死吗？你几千里奔波来找我，到头来岂不是白忙活了一场？趴下！天皇，天皇，站开！
撤！杜胜雄，蝴蝶，水。人呢？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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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过来！少爷，给我站起来！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少爷，大帅，大帅，你没事吧？云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里渺无人迹，却又这么奇妙，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啊。那你又何必管世俗的凡事，耽误了自己的修行？若非是你，我此刻怎么又会在这儿？大帅，还追吗？追！走！
这儿吧。 大哥，咱们一点水也没有了。咱们得想办法。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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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 三哥，这是你三哥。别难过了，我三哥为了大家来黄金谷找狗偷鸡，自那天起就再也没回去过。好歹我们是见到了人。 不止一包拾荒野，咱们还是想办法把他给埋了吧。他倒是挺幸运的，有我们替他收尸呢。有谁来替我们收尸啊？这个鬼地方，我看一百年都不再会有人来了。这是什么？ 狐狸，你三哥真是个邪性汉子，他不仅找到了狗头金，而且还找到了走出黄金谷的秘境。他这是要回安乐镇带你们一起离开，为此绘制了详细的地图，没想到。 最后还是没有支持住，逃在了这里。哎，三哥。
刚才可以伏击你们。是。如果那样，我们现在就是死人了。你明白就好。我明白。你放了他。我们俩到那边，那边没有人打扰，可以公平对决，无论谁输谁赢，都不要再难为他们。我知道你是个英雄，但是我不能跟你走。窦正雄，包括你的上峰，所有的人都在追杀你，你已经无路可逃，你还是跟我回去见虎王，说出你们的幕后主使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幕后主使吗？铁卫直接受他总统指使的暗杀组织。你到了京城，去大城商好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我记得。我想跟着你，天涯海角，永远。